Hello，大家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灯笼果，也叫花姑娘，东北的特产。买了3斤。满满一箱。哇，好多呀。这个花姑娘在超市买的话还挺贵的，应该20多块钱一斤。就我是在网上下单的，然后领了优惠券，买了3斤，好像是才20多，有10块钱的优惠券。好，那我们洗一点。开吃！哇塞，好甜呐，甜度好高，厉害啊！我之前也吃过这个，但是没有这么甜。哇，这个太甜了。小的也特别甜，这个口感吃起来有点像小番茄的口感。但是比小番茄要甜多。不，我很好奇，它为什么要叫花姑娘？这好像也有好处，我看看，上面写的是含的维生素特别多，还有氨基酸、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是其他果实的5倍，还能清热解毒、镇咳利尿、抗癌、降血压的功效。哇，这么多好处，那得多吃点。但这个是真的好吃，好甜好甜，好好吃。最后一个，好吧，留几个吧，待会儿吃。哎，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到这儿，然后喜欢这个视频的别忘了给恒姐点个赞，下期见，拜拜。